Marriage and ecclesia, I feel like there's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that we could pray about, but something that is... 现在好说东西我们可以祷告, 但是在我的心里, 在今年开始, 在2020年的震动, 我相信我们好像被带进一个新的季节里面, 我里面的呼喊是, 主啊, 我真的是渴望有更多更深的, 不是只是我的心而已, 我相信我感受到是我周围的基督徒, 都觉得有更多更深,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来花时间, 将我们的心放在神的面前, 让我们所想的, 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神可以建立在我们里面, 不被震动的国, 所以不是仅是在我的生命, 而是在我的孩子, 在未来的世代里面, 所以我们不再是, 只是, 发预言而已, 而是我们成为那个预言的完成, 所以我们是带着神的同在, 神的圣洁, 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 不管是小事或者是大事, 所以我们就是世界他们所呼求的一个答案, 所以我们不管去到哪里, 都可以带下天, 带下天堂, 所以我的祷告是, 我们渴望这些事, 但是我们真的是神, 谦卑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不冲在你的, 走在你的前面, 主来改变我们, 来洁净我们, 重新定义我们, 对我们说话, 在我们里面来建立你的渴望和你的方式。